有看其他的客家人物，屏东市有一个客家阿婆游光雄，伊从小路过好挖土哦。三十六岁时间呢，也老公鼓励伊去拜师。三十六年了，伊也因台创作。七十岁的伊都转去故乡攀金银展，伊想要同屏东乡亲分享伊对艺术的坚持同热情。从挖子中平来，用毛笔过熟练的挖土。有讲向阿婆讲，七十岁的小妹儿是在自由吃菜的挖土，是蛮按简单的事情。哎，老人家的思想以前，拢嘛讲小妹儿，哎，土安果做嘛个啊，啊土要烧好，伊就讲啊，土安果都家也蛮骗人的啊，像俺家石头的人，拢嘛有时候土都唔会烂的。好在伊结婚过后，也老公发现伊挖土过有才情，主动提请过挖先生来拜师学艺，开始伊个艺术创作之路。因为我学的是岭南派的花鸟，但是我没有完全走演岭南派，还是底下个后牙花，后牙牙它的笔法，按它的调色料，我自己创我自己的风格。你看他这样子，浓淡深浅，花雕画出来了。对，游光雄现场提画同新人的交流，经过三十六年，七十岁的伊头一摆提家乡屏东人开自家的画展。啊，我一摆就讲妈，来屏东展览，屏东人哦，无个展览，你屏东人拍摄，啊，望睇画图画案好，啊，屏东人看唔到。游光雄过花金银展展出四十六幅的作品，除了过多画花、雕的、虫的、鱼的作品，也有客家文化元素，有画槟榔山、竹门梁、韩国自扎的，展出一体画图风的成果。客家新闻潘神翁屏东报道。